滴答哥哥喽！你看你是公车对不对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呢？痒痒吗？没关系啦。对，痒痒，痒痒。你在看你自己对不对？哇，这我们去哪里？我要那个了。好，你要喝。我要一边嘴都把一边给了。好。你刚这里是撒漏是不是？啊？你看你头发。爸爸拿了。爸爸拿你剪头发的，帮你剪头发。剪头发不会怕怕，对不对？你大大也赶紧剪头发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包包里面的小桃的，里面的小桃的也有剪头发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头发掉了。对，头发掉在地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扫一扫。啊，不要动，不能动哦，哈、哦，不要一直动来动去的。把你坐好，你看，爸爸在帮你剪头发，对不对？我这，真的不喜欢头发，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来帮你弄一弄。剪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等一下下。打到我的眼睛了。打到你的眼睛了，等一下。刚刚弄到我的眼睛了。头发掉下来，你不要一直动。不要一直动啊！啊，你看爸爸哈，你看爸爸就好了。好了，头发没关系啦。我不喜欢摸到头发。对，你很不喜欢摸到头发。不会痛痛，对不对？我只一直痒痒。我只一直痒痒的。好帅哟、哦！觉得你很帅哦，勇敢的。好了吗？很帅耶！想不想照镜子？很帅哟、哦！好了，那你放掉，你不要抓着我的手了。好了，我抓着头发，我看你好多头发。手手不想碰到头发，我不要大大头发，吸尘器解法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有很帅吗？比我小朋友还要帅。帅帅吗？哪里帅？全部都帅。全部都帅。头发也帅。头发也帅。头发也帅。全部头发也帅。眼睛多耶。好帅！蜘蛛人会跳舞吗？蜘蛛人怎么跳舞？蜘蛛人跳舞。弟弟，你在当我大蜘蛛人？有女生蜘蛛人吗？问蜘蛛人的老婆是女的。对。我们家都没有粉红色玩具蜘蛛人。没有粉红色的蜘蛛人呢、哦？我们家都只有钢铁人跟蜘蛛人。有美国队长啊，蜘蛛人，钢铁人。还有一个变形金刚，那是女生，我找到了。那为什么是女生？那你代表女生。我不要，这好丑。啾！你喜欢钢铁人呐、啊？啾啾啾啾啾啾啾！比钢铁人还要帅。比钢铁人还要帅。给人拿了。啊，很帅了。我又要去照镜子。你又要去照镜子？哪能剪一次照一次镜子？有，好帅。我的哥哥，好哥哥，我的衣服，我好像玩偶。
计够计跌倒了啦。哎呦喂，哎呦好可怕，落花核桃，说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哎呦躲远远的，说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哎呦喂呀，你的布达翁都被你玩坏了。还有这个很帅，有浩克，有雷神索尔，钢铁人，美国队长。哦，卡住了吗？卡住了，它太高了。哦，卡住了，可以，耶！美国队长上去了，哦耶！美国队长。塞车了，塞车了，砰砰砰砰！好了，钢铁人不要了，钢铁人你太重了。哎呦呀！两个都跌倒了。去睡觉好吗？要不要睡觉？那不要睡觉好不好？还要再玩？还要再玩？那五分钟好吗？好，五分钟哦。那我先去刷牙，等一下来接你哦。不要，我们一起玩。我们一起玩呢。那五分钟之后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刷牙，然后准备睡觉喽，好吗？好。好哦，你答应我的哦。消防车。好，消防车，我们玩消防车是不是？好，那你把消防车。那这个不要玩了。好，不要玩了，要怎么办？要丢掉是不是？又要把它收集。要收起来，要放回去吗？我们两个，阿弟，我们两个一起。你要跟我一起搬哦，好吗？我拿蓝的。好，你拿蓝色，我拿红色。我知道玩具了。对，你看玩具乱丢。我知道给我了。对，玩具乱丢就会被踢到，会坏掉。要过去搬你。啊？我大，我是大力士。好，你是大力士，那你自己放吗？我交给 B 放上面了，好。我不呼，开来一起。豆豆变机，铃铃铃，出任务了，消防叔叔下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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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不行，那是我家，那是我家，这是直升机停的地方啦。小怪，呜，疯啊！今天玩的在丢，溜走了。可以打开来，换一个地方，嘿嘿嘿，把车车打开，哟呼！哎呀，来加油了，还要修车子，修车子拉起来，啊，溜，到这里了，哎，到停车场了，溜。我过隧道跑去另一边，好，把车停进去，把你关门。跑车谁？进去。耶，你的两台跑车还知道要关门呢，谁那么乖？是对不对？哦，它翻车了！你要帮它重新放一次，然后它跌倒了啦。我们还有好多车车。哇哈哈！扁的车车，好，你给扁扁的跑车溜。我最喜欢就是这个红色的跑车。你最喜欢这一个红色跑车哦？就快的就不见了，溜太快了，我都没拍到。